客官，请喝水。 掌柜的来了，客官，何事？哼，你这里真是好水好茶，好风光啊！大碗粗茶，不值一提。这么幽静的地方，就算是杀个人，也没有人知道吧？客官，此话何意？ 用这种伎俩对付我，难道不下毒就杀不了我吗？在意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，今天我们要为被你残害的武林同道报仇！ 杀了我爹，我要为我爹报仇！师兄。 师弟，别来无恙。跟师兄约好，岂能失约？本是你我二人相约比武，可你刚刚似乎干了件大事。哼，这帮人鬼鬼祟祟，想要设计下毒害我。再说，也是他们先动的手。哼，我在江南就听说，你趁着提朝廷，采办洋务，私贩烟土，事后又杀人灭口，丧尽天良。 本以为只是以讹传讹，没想到今日亲眼所见，竟是如此残暴。哼，怎么，师兄不问世事，如今也都管闲事儿起来了？你也算是一代宗师，闲云野鹤一般自在。我劝你，还是不要计较这些恩怨俗事，枉负盛名。当年你父亲老亲王。 抱你来门中学武，希望你能学武强身，不料却成了你作恶的武器，真是我门中不幸。即使比武，今日如果你赢了我，以后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管；如果你输了，就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要改邪归正，否则就是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取了你的人头。好。 那我就答应你。
师兄果然是天下第一啊。既然师弟输了，就请遵守承诺。好，师弟一定不负师兄。告辞。这马凤鸣握着我这天大的把柄，日后又如何防着他？即使他不杀我，却被两宫太后知道，我还有命活吗？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一了百了。买酱菜，买酱豆角，买酱萝卜，买酱大白菜。穆小姐，街角有几个人一直鬼鬼祟祟的盯着我们看。此路不通。想要啊，来呀、啊！你也要？在这儿呢。给你加点料。马爷不陪你们玩了，快！小心啊！哎呀！梅姐，梅姐，你给我出来了！梅姐不在，你有什么事跟我？打扰啊，这事跟你没关系了，上一边去。是吗？哎呦，你这个孩子，你厉害了哈！你看你都二十好多岁了，一事无成，整天就知道打架闹事。你说你能干什么？你师嫂，你上一边去。你说你这么多年的饭都白吃了你啊！我说你们家这家教都不怎么样啊，生这么大儿子也不聪明。这么大儿子了，土匪都没。儿子，走着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吗？梅姨，今天晚上吃鸡吗？吃你。老傻。梅姐，我说你怎么叫儿子的？你会不会当妈啦？关你屁事啊，小寡妇！啊，就我像寡妇？那你不是寡妇吗？你个老寡妇！寡妇呢，也是讲辈分的。小寡妇，自己一身的毛病，凭什么跑我们家来指点江山啊？刺儿头怎么了？没听人家杨教父说书吗？人家杨教父说呀，外表有刺儿的人，内心留着一股清泉。我儿子呀，简单善良，不聪明呢，说明没那么多花花肠子。
玫瑰的刺儿倒是更多。你不服，全都拔光啊！干嘛还要喷一身的玫瑰汁子，熏得我们家酱菜都变味了，还在我面前说什么北京腔？我才是京城来的。再说了，谁生的谁管，我生的我管，我儿子闯的祸我来担，我还没生气呢，你急了什么呀？还有你们，看什么热闹？老傻，送客。老傻，你说小马这每天在外面闯祸，你也不看着他点儿？不是，这人是活的，我怎么看呢？也是啊。哎，你说给他找个工作，他会不会安分点儿啊？啊？会。哎，娘，又干嘛呀？外面有蚊子咬我。这才几月份，哪来的蚊子啊？不罚你就不知道错是吗？爷爷有今天。嘿，哎，你怎么又是你啊？这今天样报，你画成这样，全国看法，怎么拿去下印厂啊？姑娘，我有个疑问，这个爷昨天你摔坏了我的相机，今天你画坏我的样报，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不是，姑娘，这种王八蛋都能上报纸表彰，是瞎了眼了吗？如果你不认识他，那我好好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两广总督兼广州巡抚，人送外号严青天，是个十恶不赦的汉奸，恶霸头子。打住！你到底是谁呀？我你都不认识啊？我是正义的化身，两广吃得开，多次参加英雄争霸赛，江湖人称小马的，哇，马爷，闭嘴，出去！你让我出去？不，这个严某作恶多端，你们还要替他歌功颂德？我看你们这报社也是开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今天我就是来主持正义的。嘿，你，嘿。你给我站住！让你蹬，让你蹬！住手！蹬蹬蹬！你站住！你停停！你这个小马爷，你是猪啊！你看标题不看后面反问号是吗？我分明写的是：严总督虽支持拒土大会，实则道貌岸然，抓捕抗议者，秘密开设大烟馆。姑娘，你先别生气。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今天这个事儿要是不说清楚，我就把你送到衙门去打你几十大板，然后发配充军。我是来找工作的，老傻的朋友穆子金，穆先生介绍我来的，说这里有合适我的差事。来找工作的呀？嗯。你好，我叫穆青青，穆子金呢、是我哥。我听老傻说，介绍一个朋友过来，就是你啊。是的，就是他。哎呀，我来晚了，来晚了。怎么才来呀？看看这儿。穆姑娘，你看啊，他没读过书，不认识几个字，他没文化，纯属误会。你看。你们兄妹俩从小我就都抱过，瞧着这个份上，饶过他这一回。您是留洋回来的，不
不能跟这混小子一般见识，他就是来找工作的。以后您分配他什么工作，我保证他做牛做马，任劳任怨，将功补过。嗯，小马爷，欢迎加入我们报社。我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你。但是你要是完不成，那明天呀，你就别来了。能完成，完不成，我帮他。真是让你给害惨了。他哥哥是听说你会点花拳绣腿，让你来给他妹妹当保镖的。这回可倒好，成了这个外国人那词儿怎么说来着？保洁。都差不多，不就差一个字儿吗？再说，也没有多少窗户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，你稍等啊。管事的出来，严大人到。你们这儿谁是管事的？搜。总督大人亲自登门，还不下跪？我们上跪天地，下跪父母，为何要跪狗官？总督大人就是父母官，跪下。你们报纸上写了本官，这与事实不符。我作为两广父母官，想见见写报纸的这个人。虽说现在各地兴办报、写文章，但是朝廷去年刚颁布了《大清报律》，没让你们写文章反朝廷。你们别忘了，现在是大清朝宣统年，不是你们当家做主的时候。在广东，还是要听我的，而我是要听上头的。写报纸的那位自动站出来，否则我就以诬陷朝廷命官和企图设计封疆大吏罪，一把火烧了你们的报馆。这洋火一根下去，就能要了你们的命。等一下，文章是我写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听说你们报馆办了风，封了办，已经好几次了。说，为什么诋毁本官？是诋毁吗？严大人说捐款给福州的聚土大会，钱呢？背地里却干着抓捕大会抗议者的勾当。放肆！那本官就要跟你好好聊聊了，带走。是。等等，哎，等等等等等，干嘛的？草民见过总督大人，大人暂时还不能带他离开。你们是一伙的？我一看就是好人，谁跟他是一伙的？大人，可否将他交给草民处置？我和他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私人恩怨，等解决完这事儿，我将他亲自送到大人府上。放肆！我不管你什么人，这姑娘我一定要带走。走，是，走。你干什么？哎，快点！嗨，不行！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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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小子，我看你是来闹事的吧，父母官大人。难道要亲自出马打架吗？让这小妞伺候我娘，
否则打死我也不走。哼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这父母官竟然下杀招！哼，就你这三脚猫功夫，还想跟我比划？我今天就成全你，教训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臭小子！你再说一遍！我说你是有娘生没娘养的臭小子！臭小子，找死！信，杨大人史密斯先生给大人的信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哼，这位姑娘，不，是婉珍小姐，本官今日就看在洋人的面子上放你一马，别得寸进尺。日后安分守己，少管闲事。这报馆今天就按大清暴力查封了，所有人一律遣散。哼，如果再有人让我看到从这里出现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哼。狗官。小马在报馆门口英雄救美，反被总督大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总督大人一生气啊，就把穆家小姐的报馆给封了，所有人都给遣散了。这下梅姨可嚣张不起来了。哎呦，还有这个事啊！看这个梅姐啊，以后啊，怎么在我面前嚣张哦？站住！我听说你和严青天打架了。哦，是他先打的我，结果我没打过他。哦，天天闯祸，你当你是黑帮的呀？啊，你娘我从小就教育你安分守己，低调做人。你呢？学什么英雄救美？打架又打不过。我从小就教你练功，你练的这个不上不下哦。啊？哎，你让你娘我在桃花区以后还怎么混啊？娘。晚了你了。哥，你们投王馆是隶属朝廷吗？如今清廷准备立宪，所以啊，对洋务格外的卖力，专门设立了总理衙门来管理洋务。我这投王馆就是隶属于清廷之下，效仿西方的学校，培养一些水师、军师、算法上的人才。既然有这层便利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？也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报馆办在哥哥这里？这样有你们庇护，我就不用天天东躲西藏的了，还得害怕被他们查封。再说了，我还有好几篇严青天的稿子没发呢。嗯，这样也好，那你们就搬到这边的地下室吧。嗯。
错了，我再也不闯祸了。我要低调做人。娘，你又闯什么祸了？说给你的。这几句话呢，写一千遍。十五个字写一千遍也太多了吧？八百。不行，九百。八百五。八百七。那就八百六。哎，你还讨价还价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娘我小时候好歹也是京城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上三旗，满洲大姓，每天伺候我的丫头就有十七八个。现在呢，切萝卜卖酱菜，为的是啥呀？不都是为了你？啊，你看看你，字不写，功不练，钱不赚，连人都做不好，你让我拿什么脸活呀？啊！我，娘，你干啥呀？找东西。娘，你找什么呀？绳子。找绳子干嘛呀？哎，上吊！我不活了，我这就随你给吃了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快下来，我好好练武，实在不行，我还能上街耍大刀卖艺赚钱呢。哎，娘，我写一千遍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下来吧，别哭了。我什么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我觉得吧，光练字是不够的，你还得。顶顶坛子。啊！哇！今天呢，娘就再传授给你一套独门功夫的心法口诀，你可要听好了。一月的萝卜，二月的参。啊，那至于这个意思嘛，就是告诉你，出招的时候要想象着你像是在切萝卜，招招都要见血。听懂了吗？娘，这是你的家传功夫吗？怎么这么不入流啊？哼，这样才能糊弄人嘛，你懂什么？这你说你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，怎么会这么不入流的武功和招式？跟你那个册子上的完全相反，册子上画的虽然是拳法，确实美得很。册子，你看了我什么册子啊？就是你包在手绢里的册子啊。哎呀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就偷学了两招，你别生气。娘，你是不是又想我爹了？美人林残月，无言若有思，寒贫淡鞋底，余洁怜者谁？余本多情人，寸心了自痴。好歌幽兰曲，缘情终不移。儿子，娘告诉你这些事情，不是让你去报仇的。哦。娘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练习这本册子上的功夫，
做个有志青年，不要被别人欺负。你要低调做人，功夫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，不能招摇过市，更不能做坏事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儿子一定好好练功，保护娘，不再受人欺负。下去吧。是。多吃点。大人，请。娘人还有什么话吗？我们王爷听说这批货要在广东港滞留，可欣喜得很。哦。杨大人的这批货，不只是要在广州港滞留，而是要存在这里，日后提走，转去南洋。而王爷要的货，也在其中。好。不过，这朝廷不准运大烟和私盐，这万一要是被查到的话，我们会一并承担责任。好，大人，够爽快，来，以后有钱大家一起赚。吃。你好啊，穆姑娘，你来了。小马在吗？在，在里边请。梅姐，青青姑娘来了，小马的朋友。啊，梅姨您好。青青姑娘，来里边坐。坐坐。小马，啊，小马，小马，小马，青青姑娘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青青姑娘，来，请用茶，谢谢。儿子，艳福不浅啊！娘，茶意了。娘，要不你去歇一会儿？我歇着呢。啊。娘。啊啊！梅姐，你看看我切的萝卜够不够？啥萝卜？白萝卜。随便喝。随便喝。随便喝。小马，我来找你，是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。现在国难当头，清政府无能，你我正值芳华，理应担当起护国的责任。虽然，可能你我微不足道，宛如大海里的一粒沙，但是能为国出一份力，也是问心无愧的。上次，看到你和严青天周旋，我就知道，你是一个正直的人。这样的朋友我愿意交，所以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报社。好。前面有家医馆，明着是行医卖药，但是背地里却干着贩卖大烟的勾当。我想写篇文章揭发他们，但是报社说要我拍照取证。拍照取证，这个有意思。
包在我身上。这是相机，你学会了吗？早就学会了，没问题。那你小心一点。哎呀，没问题，相机不会给你摔坏的。我说的是让你小心一点。给我吧。先生是来看病的吗？是来抓药的。抓什么药啊？珍珠膏。给谁抓？姥姥。珍珠膏有，但得现钱。后堂有请。是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客官，里边请。请。客官，你要烟膏还是烟泡啊？烟膏。那要不要再叫个丫头来伺候一下？不要。好，那您稍等啊，稍等。人呢？哎呦！啊！哎！客官，您这是肚子疼，想去茅厕。哎呀，茅房在那边。啊，谢谢老板。哎呀，哦，哎。这鱼货质量不错，我检查过了。都稳着点，稳着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嘿，大人，这些货呀，我自有安排。大人，不是我不放心你，是杨大人不放心你。最近广州一些新进人士在国际上一直呼吁，让我们不能往这儿送鸦片了。这要是万一被查出来的话，我们杨大人的国际声誉扫地，咱们之间也做不成生意了。
乔乔。哎。哎，乔乔。乔乔。生气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？我就怕你为了脱身不得不染毒，我怕他们就这么盯上你了。那里面是不是特别可怕？这么担心我呀？那我可真是开心死了，刚才发生的事儿啊全都忘了。还不是怕他们就这么盯上你，要是再找到你家里那就麻烦了。看来我是白担心了。按照你说的，我说把那些羊羔子全部都带回家，给足了钱自然是不会有什么麻烦，就是啊假装比划吸了两口，装得有点累。这次多亏你了，等我把他们的地址公布出去，看他们还怎么狡辩。嗯。啊，只不过我们报社现在情况有点复杂，可能要转为地下工作，以后啊我们就在同文馆，你我就是那里的雇员。啊，这是法兰西的烘蛋挞，我亲手做的，算是正式给你道谢。哦，好吃。松江钱庄的票号，我大清的银元和洋人的美元都可以兑换。兄弟们，再帮我办最后一单，就可领了钱返乡养老。前面有个箱子，帮我去看一下。是是。去看看。有人听见开枪，必定找我报案。我就说清军勾结革命党干的，哼，一了百了。大人，高啊，您这可谓是一石三鸟啊。发生什么了？也今天让我们护送洋人存在广州港的鸦片，在云华路二号烟楼旁的杂。哎，严青天这个恶霸！小马，你要干嘛？到那边仓库去看看。以后咱就是那么干，不醉不休。来。让我们今天喝个痛快啊！来来来，
快来人！快救我呀！可疑的，他可能往那边跑了，早个追呀！带人包围附近，全部封锁，所有闲人全部盘查扣押，快，快追！是，快，快！哥，哥，小马，我哥好像不在啊。小马，小马，你怎么进去的？快点起来吧！大人，这前面就没有路了，再往前就是同文馆了。大人，你别冲动，这不归咱管。闯进来了！啊！给我搜这件，是这件，怎么办啊？仔仔细细躲起来呀！躲我？你没法躲呀！是，搜。来，这边。是。这儿，快！砸开！大人，请慢。这可是馆长穆先生的办公室，他的家人早年都在齐。听说他的祖父还被咸丰爷册封过，可千万得罪不起啊！管不了那么多。是你们？大晚上你们在干嘛？这你都看不出来？我是问你为什么在这里。啊，总督大人还不知道啊？我现在是同文馆的雇员，穆先生亲自录用我的，今晚值夜班，这长夜漫漫的，不然大人你教我该怎么打发时间呢？刚才有没有看见有人进来？当然没有，我一直都兢兢业业的值夜班呢。哼，兢兢业业，我看着你可疑得很。来人，绑起来带走。哎，你阁下是？这是我办公室。同文馆馆长穆子金，您这是？哼，这小子有纵火的嫌疑，我要把他带回去审案子。带走。等等，这是我私人秘书，他深夜在此是为了整理明日要呈给总理衙门的文件。您怀疑他纵火，那便是怀疑我，不如直接把我这个馆长给带走，不是更干脆吗？他整理文件，整得跟这位亲嘴啊。这是雇员们的私事，与我们同文馆无关。大人，您看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，不如卖个面子给我，暂且放过他们二人。大人您看呐，现在的工作多难做啊，还有几个年轻人愿意给咱们朝廷办事儿？我可是好不容易才雇了这几个人，您要是非要想带走也成，麻烦大人去摄政王那儿请一份手谕给我。大人可别把事情搞大了。
你小子，还有你，今天看在穆大人的面子上，暂时饶你们一命，别让我找着证据。撤。多谢大人。恕不远送。哥哥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刚才吓死我了。我刚刚在地下室给孙文先生整理资料，听到声音就上来了。你们刚刚严青天说你们在干什么？小马他刚刚伤了严青天的鸦片。是。金吾说。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。我们的货都被烧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是是。我再给你2000时间，你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听明白了吗？如果做不到，我就杀了你。滚出去。是。来，两广总督秘密贩卖烟土，来，严青天勾结洋人商社结盟，来，大家都来看一看，洋人利用大烟荼毒我中华土地。如今货被烧了个精光，可杨大人早就发下话来了，念在多年合作的情分上，给你时间让你找到凶手，按律严惩，然后赔偿损失。我和王爷的损失也不小，你稍安勿躁吧。哼，大人，王爷从京城来的信。王爷怎么说？革命党的报纸登了烟土的事儿，王爷被参了一半，告他不顾立宪的时局，忙着在广东买鸦片做生意，换金条保命。摄政王让他亲自来广东摆平洋人。如今除了马上找到凶手，让洋人满意，还得赶紧压下这件事。哼，这找到凶手，可如同大海捞针呢。昨晚亲嘴的那小子十分可疑，还有那个叫婉珍呢，怎么看怎么奇怪。臣两广总督严青天给王爷请安。严大人，起来吧。那日货到广州港，不料微臣在处决知情人时，不知道被哪儿派来的人来偷袭，火烧仓库，导致货全部被烧。严大人，洋人那边怎么说？要不然交出凶手，严惩法办；要不然赔偿。您可知道，我们王爷此次来广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您信中说，那些都是幌子，咱们的事儿赔钱割地就能摆平洋人，大不了就是你我损失一些罢了，而时局上怕是不久就要有一次很大的暴动，这地点就是在广州，你马上去平息了洋人的怒火，调准枪口来对付这些革命党，这才是正事儿啊。是。严大人，我们王爷此次来广州就是秘密督办联合各方来镇压革命党的。洋人那边的事情要尽快解决，毕竟嘛，生意还是要做，别弄得他们不开心。如今我们大清国是风雨飘摇，这皇帝才3岁，趁此乱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。
仓库那边可有线索？有一个小子十分可疑，下官无能，数次都没有把他抓回来。王爷，您亲自去会一会。臭小子啊，想败光咱们家呀？放那么多盐干什么？把眼睛天扔在菜缸里淹死他。哎呦，隔墙有耳，你说话给我小心点。有人吗？哎，这位老爷，来，正宗的京城酱菜，有酱咸菜、酱萝卜，还有酱豆角，反正买一件送一样，随便挑。是一家老店呢。娘，你干嘛去？买萝卜。买萝卜？老傻不是去买了吗？他不会算账。哎呦，娘，你真是操心了。老傻又不是真傻，你……哎哎哎，我们家主子跟你说话呢。哦，是一家老店。儿子，今天不上班啊？今儿个礼拜天啊。礼拜天也可以去帮忙干点活是吧？人家给你发着工钱。你去干点杂活也算是回馈社会。儿子还不走？知道了。我娘今天吃错药了。臭小子你站住。大婶儿，你儿子、哎、对夫人讲话要客气一点。你娘说的没有错，这做人嘛要知道感恩念恩，你说对吧小伙子？对，对，说得多好。儿子，不管是干活还是看书，你就赶紧走吧。娘，你总赶我干嘛呀？赶紧走。本来就买。听好了，这是我们家王爷，我们家王爷想打听打听前几天火烧仓库的事情。烧仓库啊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儿子烧仓库了？这事儿严青天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？不是我儿子干的，你们就别触眉头了。夫人，前几天广州港丢了东西，烧了货，洋人很生气，朝廷也很不安。你要是知道线索一定要告诉严大人，如果要是跟您的儿子有关，我保证我一定不会重罚他。听夫人的口音应该也是京城人吧？难怪这酱菜做的是如此地道啊。地道地道也没见您买呀。大人，我这店小接不起您这大客。好，那本王就先告辞了。对了，令公子今年也有20岁了吧？怎么了，梅姐？你倒是说话呀，到底怎么了？老生，我看见那个人了。哪个人啊？在意。在意？娘，在意是谁啊？我不是叫你去同文馆吗？你在家里闲晃什么？娘，你今天吃错药了吧？
怎么总让我走？我们要搬家。啊？去哪儿？天山。松花江。反正远远也好。娘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儿子，我已经跟你的杀父仇人了。杀父仇人在哪儿？就今天下午来那个。小马，我们赶紧走。不走，我报仇。我觉得小马说的对，我们不用走，走了就是认了。我们只需要伪装，让他以为我们是广东本地人。怎么伪装？谁不知道我京城来的？你别着急，当年他不一定能看清你，你一直在马车里，要是认出你来了，今天他不会这么轻易就走了。我一定要替我爹报仇。报什么仇？报什么仇？你有这本事吗？哎，梅姐啊，给我拿四两青笋了。今天不卖了，家里有事儿，先关门了。哎，今天喇嘛早关门了。当年马凤鸣与我比武，他身后的马车逃逸，里面那个妇人分明抱了一个婴儿，如今正好是20岁。王爷，我派人去打听了，酱菜园那个臭小子的确姓马，桃花居人称小马，今年20整。那个梅姨本姓纳兰氏，是从京城来的。纳兰氏。20年前，京城有位在旗的格格，当时跟一个姓马的私奔了，闹得是沸沸扬扬。后来就了无音信，生死未卜。那位格格也姓纳兰，难道是来了广州？王爷，您的意思是？这个茶是又涩又苦，看来你这个日子过得也不怎么讲究嘛。王爷，我严大人，不管这仓库是不是那小子烧的，依我看，先抓了再说。给我把小马拿下，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严青天，我已经交代过了，仓库不是我烧的，你又来找我干什么？不是仓库的事儿。咱们有一件算一件，今天我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儿。嫂夫人，别来无恙啊。端亲王，我足足找了你20年，找不到你，我就算进了棺材他也不踏实啊。三爷，好歹你也是皇室宗亲，就不怕给你祖宗丢脸吗？哼，能让我丢脸的人全都死绝了。你杀了我爹，本该是我来找你报仇，你却反过来要杀我们，还有天理吗？天理？这一切早就该结束了，你们本就不该活着，
是我让你们多活了这20年。你的父亲自诩一代宗师，也当真是名震江湖，但是他却屡屡插手恩怨俗事，却不懂得脱尘避世。他的死，那是咎由自取。难道好人出头就应该死吗？如果人人都袖手旁观，苟活于世，那又和阎景殿有什么区别？我还没追究你这个烧了仓库的嫌疑犯呢。狗官，打我儿子，把你剁做酱菜。哼！本来我是不相信这仓库是你烧的，也就是那些革命党干的，但如今你这番话，我倒信了八九分，因为，你跟你的父亲一样，就是爱多管闲事儿。我一直以为阎青天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恶霸和汉奸，原来你才是。你们私贩的大烟膏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大好河山就是被你们卖光的。好，好，你不愧是有乃父之风啊。说，这仓库是不是你烧的？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。哼，不说是吧？那我就先杀了你娘。上我娘！娘，小马，兔崽子，把他留给洋人交差，我先解决了你娘。
拦着我干嘛？这枪是假的，走。老沙，你不敢救我，我得陪着我儿子。梅姐，你傻吗？要是两个人都被抓了，那就更难救了。梅姨，我哥哥已经连夜去找人了，看家里有没有能和端亲王说得上话的亲戚。没用的，他忍了20年了，就算太后和小皇帝下旨赦免我们，他也会先斩后奏的。动不过谁一死，这笔账早就该算了。我要叫小马。你别动，要去我去，你不能去。哥哥怎么样了？小马现在被关在总督府后院的柴房里，我找了一晚上的人，端亲王跟总督府衙门都走不通，这事儿秘而不发，我看他们是想私解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这事和烧仓库搭着，没准能从洋人那儿想想办法。住手！毕竟是我们的贵客，怎能如此对待？你说是吧，嫂夫人？在意，你放了小马，他当年只是个婴儿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什么冲我的，我的命给你。真是母子情深呢、啊、难道你就不恨我吗？毕竟当年可是我杀死了师兄。今天我只想救回小马。恐怕是不能让夫人如愿了。那这笔账就真得算算了。Oh!
们王爷这次是微服广州，不方便露面，十分抱歉。不过我把火烧仓库的凶手带来了。你小子终于抓着你了啊，赶紧向我们杨大人赔礼道歉。糟糕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有种啊你小子，蹲下。道歉。我娘教我誓死不当亡国奴。再说一遍，誓死不当亡国奴。还嘴硬，我娘叫我誓死不当亡国奴。你娘马上就死了，你也活不了几天，赶紧道歉。誓死不当亡国奴。大人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娘今晚夜闯总督府，已经被王爷生擒。还有，老傻也死了，被侍卫一刀一刀。小马，小马，怎么伤成这样？走，我带你回去。走。这本册子上的功夫，做个有志青年，功夫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，不能招摇过市，更不能做坏事。儿子一定好好练功，保护娘，不再受人欺负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哥，小马，好点了吗？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小马，
你知道外面现在什么样吗？如今清廷无能，家破人亡的不止你一个。洋人狼子野心，势必要瓜分我华夏河山，你还在这儿奄奄一息，萎靡不振。你知道孙文先生是多么努力的在聚集各方力量起义，准备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国家。你一个男人，不思振奋，不保家，不报国，还不如让端亲王一掌打死你。我没用。小马，你错了。我相信如果假以时日，你一定能替你母亲报仇，替老傻报仇，替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报仇。但是现在你不是，你的心死了，你活着像一具尸体，你跟外面那些为了一己私利陷害别人的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？王爷，小马被保出去了。什么？被保出去了？洋人不告诉我们是谁保的，但肯定逃不了是穆家兄妹。他娘呢？他娘还在后院关着，幸亏没有杀了他，就防着洋人的两面三刀。放他走，那就是养虎为患。依我看，他肯定就藏在桃花居的某个角落里，那里的房屋错错落落，想要藏个人，哼，太容易了。带他娘去桃花居，逼他出现。是。桃花居的居民，我是总督严青天。今日谁要是交出反贼小马，谁就可以得到朝廷的奖赏。如有私自窝藏，必将满门抄斩。就算知道，什么事儿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对，为什么要告诉？哪有这么？这小马，赶紧出来！严大人，你就别白费口舌了。你们这群刁民都给我听好了，我给你们三天时间，三天之后，如果再不交出小马，就先杀了梅姨，然后一把火烧了桃花区，把你们所有人关进大牢。小马，梅姨她还没有死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但是，端亲王又来了，他说他又烧了桃花居，而且如果你三天之内不出现的话，他就杀了梅姨。
我小马今日要找端亲王与严青天报仇，与你们无关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们在此做狗官的骚狗，不如去报效国家。如果你们执意助纣为虐，那就休怪我手下不留情。让他进来。娘，娘。儿子，娘从小教你什么来着？誓死不当亡国奴。小马，别怪娘，国恨家仇，跟他们一起算。那我就杀了你。我定取你性命，替我父亲报仇。果然是你父亲的好儿子。
饿了。小马，梅姐。梅姨，上次的鸡我还没吃成呢。小寡妇，哎呦，梅姐，你怎么还叫我小寡妇嘞？妹子，这店就交给你了。小马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闹革命去。